麦当，手机没电了，我来付吧。对不起啊。哎，怎么没信号啊？没关系啊，我来。好贵啊，我自己买吧。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啊，我来吧。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先生这边买单。喂，王总啊，你好。我去吧。那先生，你要去买单吗？喂。肯为你付出的人不一定喜欢你，但不肯为你付出的人一定不喜欢你。你为什么？上我课我想给你们打的真肥啊！对不起老师，我不应该上课的时候玩手机的。这在某点 X 处，上我课敢睡觉，分钱。天小野，请吃饭哦。啊？你起码给我出去！田小野，你睡觉你也给我出去！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对不起啊，曼曼。你只要答应我几个要求，我们以后就是闺蜜了。啊？不恋爸妈不恋草，人生挚爱是小康。不羡鸳鸯不羡仙，只和闺蜜把手牵。嗯、不说塑料假姐妹，我们就是天仙配。你们在玩什么啊？这太突然，无法插入他们的话题。叫你多穿，你又不听。你真好。好冷啊！最怕所有的关心变成了共享，努力想把关系拉得更近。明天来我家玩，做饭给你吃。好啊。谁啊？我一个人太无聊了，就叫上辣椒了。却没想到与他渐行渐远，终于有一天你爆发了。妈妈，你们明天要去看电影吗？带上我吧。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和子弹？你说什么呢？多个姐妹热闹点不好吗？我不喜欢热闹。那我们自己看。可是所有的委屈都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小气刻薄，直到后来遇上了他。哎，妈妈，明天咱们去看电影吧。不喜欢热闹。嗯，那我把他们都推了，就咱俩去看。那我们自己看。真正的闺蜜，你越占有，她越幸福。